国外这些店超级多，经济实惠，体重瞬间暴增。是南非，是全非洲最肥胖的国家。我们的糖很便宜，所以我们有很多餐厅，然后我们都会卖那种很浮夸的甜点，每一个东西都是50块台币以下，很好吃，然后到处都是，每一个餐厅的甜点柜都超厉害。今天晚上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Hello， 你有事吗？